懂得欣赏是件快乐的事，这门课希望带你看到不同视角的美。画框其实对画作的呈现有关键的作用，直接影响了人们观看艺术作品时的感受。在博物馆看展时，你一定不曾留心到与画作紧密相连、风格多变的画框纹饰。这堂课我们会将作为主角的绘画取下，专注于低调却精彩的画框上。如果你刚好想培养独到的审美鉴赏力，或是想为家中的画作搭配完美的画框，那么这堂课就非常适合你。大家好，我是 Kiki 老师，在奇美博物馆任职已长达16年，主要担任美感体验课程开发讲师。奇美博物馆拥有多元丰富的典藏展示，我们也希望透过各种特色课程，带领大小朋友更轻松地接触艺术。在这堂课中，我将会带你从设计的角度切入，不仅深度了解欧洲画框在不同时代的风格美学，更实际解析画框的精巧纹饰，解码其中的巧妙设计与搭配原则。透过画框修复师的工作日常，学习从不同的观看视角品味画框，建构你生活中用得到的美学与技能。课程分为以下单元进行：第一单元60分钟，开启美的鉴赏力。我会带你一窥画框丰富多元的设计元素，并学习如何简单辨识不同时期的画框风格。第二单元，画框幕后大解密。除了介绍画框常见的劣化状况，我还会带你深入博物馆幕后，了解画框修复师如何细心还原画框，成为完美烘托画作的绝佳配角。单元三，解锁技能好好用。谁说艺术很遥远？这个单元分享的画框搭配原则，以及你也做得到的简易修复技法，绝对可以在生活上用好用满。培养审美鉴赏力的方法很多种，透过窥探画框的世界，开启一个你从未关注过的视角，从画框启动艺术感受力。你会发现，除了欣赏画作，框艺的世界也很值得玩味。期待与你在线上课程相见。